二十块 investment 啊，都没有讲二十，没有讲东西的。今天下午呢，就在家里忙着剪片啦，出公司的影片。然后呢，我公司那边就是有要搬东西啦，搬东西来我们的宿舍放，哇，好多东西。现在是9:15这样子，我在电脑前面做东西，不只是有点饿。然后刚刚听到那个奶爆、叉烧爆、罗麦盖那个萝莉啊，可是我下去之后跑掉，然后才没玩回来。今天继续做工啊，很想去吃东西。我们 plan 是下个礼拜